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这一场是勇的实战解说，装备以及奥义都在下方可以看得到。那我觉得哦，勇真的是传说的干儿子哎，因为不断的在提升勇的一些数值，还有他的技能啊，不断的在增强，不断的在改强，所以我觉得勇哦，我觉得勇跟凡人都是传说的干儿子啊。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次勇呢，他夺宝出了一个新造型，新的限定造型，所以又特意的把勇给改得比较强，因为他现在射程已经可以到1100了，太扯了。那因为这个灵鸟呢，在这个版本新版本也是有改动的，就是它回血机制会变慢了，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可以轻松把它拿下来。哦，好险是佩纳帮我看草哦，不然这个草丛园对面也是一只勇啊，吓死宝宝啊！然后这个哎，我们的佩纳好冲哦，哎，佩纳你怎么了？太前面啦，我救不到你啊！我还是以清兵线为主，佩纳你要多保重啊！可是应该佩纳是还好啦，因为他有的一技能可以补血。所以他应该是不用回城的哦。那边看一下对方在哦，在打红 buff， 看一下可不可以有机会抢得到。那个大象呢是他们辅助，应该是一起打的。那我来射一下你的只大肥象喽。那马上来撤队哦，因为他们红 buff 已经打完了。那再回到自己的线上清一下自己的兵线，哎，这边抓到一只勇，这个定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勇的一技能自从有这个定身效果之后，他在会战里面的一些生存能力啊，甚至是在抓人能力都大大提升。哇，这草里面竟然有一只残血的勇，可是对方大象这时候来袭，那我是交出声音想说可不可以杀的死勇，但是就差最后一刀，这时候队友都过来支援，这边我们血非常的惨，这个哇，这个佩纳非常的。刚刚我跟佩纳哦，这个血量真的就只剩一刀，就只差一刀，就佩纳一个神支援、神救援呐、啊，那个补血真的是奶妈级的啊，奶妈级的补血量就不是真的是不是盖的啊，佩纳一定要玩到手。那我也是很压抑哦，我连续今天连续打了三场一般都是不同的队友，因为我都单排嘛，不同的队友就连续三场都有队友去选择佩纳。那我就不多说，这个佩纳真的很有用哦。那这边我本来想说补包留给我们佩纳，因为看佩纳他的魔量也是蛮多的嘛。结果我们佩纳还是要回城哦。OK， 没关系，那兵线就我一个人把它独享喽。那现在去中路看一下啦。那毕竟我们其实勇比较脆皮的角色，直接走河道还是比较危险的，真的很危险。尤其是现在地图上都没有人，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要走河道还是要比较小心为重。现在是因为他们都在争夺那个古龙啦，现在古龙改成每个人加30块太少了啦，只是说他又增加30点的移动速度，只有打死他那个人，所以可是我觉得真的30块太少了，现在龙是不是改成前期都没有什么作用啊。这边我跟佩纳要去抓一下对方的勇啦。哇，这佩纳是一个空罩，不过我没关系，这个勇哦跑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他没有退路的地方，就只能乖乖的被我们射到死啦。那现在再来清自己的兵线，那其实这个佩纳补血真的是，我个人是觉得很不错啊。那就来点一下这座防塔，哎，竟然没有人来，哎，也太夸张了吧，完全就是没有来防塔吗？哎，真的没有嘞，还可以轻松把它摧毁。那再来打这个灵鸟。那我的出装呢？我是会先选择了，第三阶会先选择圣剑，就是先提升自己的暴击，再去提升穿透。因为在前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用自己的奥义，就是有龙爪那些嘛，可以先撑起自己的穿透。那在中期的时候，哎，可能对方的一些防装出来了，那我们再出我们的破阵，这样子就够了。这样就已经足够，因为在中期其实也差不多嘛，哦，没有人在一开始就会出防装，除非是坦克。可是对于这些射手啊，甚至一些比较刺客，他们会出冰炮也是中期才会出，所以中期我们再出破阵，我个人是觉得会比较有 CP 值的啊，哦，那就是看大家怎么去考量，怎么去想咯。这边配合一下队友打一下这个魔龙，再去看一下对方野区，可是这个兵线其实也蛮诱惑我的。那这边开大招主要是看能不能抢到红 buff， 因为佩纳其实刚刚有看到他开大招哦，他也想要抢。这时候会战一触即发，我们佩纳非常危险。那我不断的在后面拉打，那拉打的时候我们队友我们狐狸也来支援了，可是对方撤退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哇，这边大招射一下，射到一只奇尔，奇尔直接被我引了过来，这边
拳王直接一个 Hadouken 直接一拳把他打死。那这边我很紧张哦，因为勇就在上面，就在我上面，我很怕他过来杀我。然后我的那个瞬移哦，还有100秒，太多了。好了，马上回城。既然他不来抓我，就是让我回城啦、不过那个勇应该是没有发现到我存在了，他还是想要先去清兵线，然后就忘记有我的存在。OK， 我知道。那边我们龙骨已经出来，还有我们的攻速鞋。那我个人勇呢是会比较偏向于攻速鞋，我们要比较快的速度去集到那个3-4下嘛，就会触发那个被动，就那个被动。但是哦，现在勇他的3个技能都可以触发到他那个被动啾嘛。其实我是觉得勇的冷却时间真的很快啊，你开完3个技能，开完一轮哦之后，你的技能冷却时间又差不多又好了。所以勇在这个版本里面，我是觉得射手位是蛮强的啦，但是他要在中后期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哦。这边直接一个蹲草抓掉了一只罗尔，那就是不断的在拆塔啦。哇，这塔刚怎么打我？这边就是不断在后面不断的在狙击，不断的在射，可是队友都直接冲塔进去，会不会太狂了一点点？那我们还是不断的用我们最大射程1100去攻击这座防御塔。那我们再转进到中路这边看了一下，中路视野看到一只残血的勇，直接大招盲射，直接把他射死啦。这就是勇的好玩的地方啊！今天我在远远的地方，我还是可以全地图的一个狙击。那当然你要非常准啊，像我刚刚看了一下勇的大概位置，大招随便一画就直接把他射死哦。那这边就是不断来拉打。那对方的熊猫这个主卡对我们佩纳仇恨值应该是相当的高啦，但是这个熊猫直接过来哦，我相信他的心理的阴影面积应该是蛮大的。那边直接在拉打，因为奇尔直接从后面蹦了出来，可以发现到我们最大射程1100的勇果然不是盖的啊。那边不断的在追击，这大象就差一点点，残血大象。那这时候我们再往前啊，因为看到这个罗尔，我们伤害是足够了，一个大招直接漂亮的收到罗尔。那这就是勇的大招，非常好玩哇！这个主卡也有残血啦，可是我大招在 CD 啊，非常的可惜啊。那这时候我们兵线又进来了，然后这个主堡不断的在诱惑我说，攻击我，快点攻击我！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奇尔直接对着朝着我们过来，那我当然是扛不住这个伤害啦。虽然我们佩纳不断在帮我们补血，但是我们入不敷出啊，各位。那我觉得勇跟锦哦，这两只射手最大的差别，他们两个定位最大差别就差别在于，勇他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持续输出的一个流派，就是技能不断的在那边啾不断的在射嘛，还有他触发到他的被动。那锦呢就是属于一个瞬间爆发型的，有一个一技能就滚一下再射，他在等一技能再滚一下再射，就不像我们两个真的是不同流派的一个射手啦。当然勇呢他的风险度是最高的，因为他本身技能并没有附带像锦那样的一个位技能哦。那边我们佩纳直接被抓，就是一个心软啊，想说去帮忙啊，最后自己也是被抓死。可是我们最后呢是有换到一只大象的哦。那这边队友哦，怎么的我们都不要看，因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下水饺啦。那我们刚刚哦，我们队友都在打凯撒，那打完之后就是一个一个接二连三的过来，然后就是一直不断在下水饺咯，非常可惜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是一个漂亮的复活啦，那边看到一只残血的主卡，可是大招正在 CD， 你们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吧？那边瞄准再瞄准，一个射中啦，直接 KO 了一只主卡。那当然我们主卡应该心里一定是 OS。一定是那种7788嘛，七上八下的，因为那个我们主卡应该是差点就追到对方的主卡，那结果就被勇给射走啦。那最后我们主卡还被杀掉，哇，我们的主卡应该是心理的这个阴影面积应该非常的大哦，多大我们这个不好说，多大真的是不好说。那我们注意到上塔哦，血量只剩一咪咪，所以我们去敲一下上塔吧。那拆完上塔之后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们队友走位。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站得比他们后面，我们才可以有比较好的输出。毕竟我们现在勇呢他的射程是1100，非常的远哦。那比起以前呢那个攻击距离可能650啊，那真的是
不堪一击嘛啊、哦。那这边直接射掉了一只奇尔，再直接是一个定点射击。他们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属于一个定点射击。那最后这个大招，你看，因为你看那大象多会抖啊，一直在我旁边绕圈圈。那当然大招会射歪喽。那我们就直接来进攻这个珠宝喽。那我们刚刚是拿到了三连杀，哇，非常的 nice 哦。那其实队友是扛在前面扛得很好。那我觉得这一场佩纳其实这个补血哦，从最前面那个小会战，就觉得他补血真的非常 nice。那我们这一场对英雄伤害高达 42.9 吧，也太高了吧，太狂了、哦。改版之后的勇真的是伤害一级棒 ，bir 棒。在这边哎，全部给队友一个赞好不好？全部都给他们一个赞。那这一场就是勇的实战解说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方帮我点个喜欢，还有订阅，还有小铃铛。我是佑哥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影片结束喽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，可以选择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可以收到我影片更新的第一手消息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